Hello， 美国和加拿大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杨丞琳。红衣小女孩二将在9月22日上映，希望你们赶快买票支持我们哦。陈小姐，我是社工师李淑芬，昨天是我带你下山。你记得你为什么会在山上的医院吗？是我身上的医院，是我曾经的医院吗？这医院已经荒废15年了。你讲那座山头顶管的，有一道结界，那个结界里面哦，都是人的地方。失踪人员李雅婷，最后被拍摄到的地点是在善恩医院的登山口。你说雅婷被困在姐姐里是什么意思？我就在这里。那是怪我，我利用你的心魔，建构一个循环的世界。我那天看见他，谁？红衣小女孩。18年前，台中大坑卡多娱乐园发生了一场意外。妈妈人在哪里？